上就去泰山村立马人。主要是刚才在车上我们吃太多，两个人都太饱了。多提，打个招呼好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泰山村立马人，如果大家想要在这边体验项目的话，记得提前一天打这个电话。010-6416-3348。那其实如果是只有我们像这样两个人的话，比较难预约到一个大的项目。两个人预约的话，就只能做那种木工，或者是做那个扇子。然后今天呢，我们就体验到别的项目。但是首先我们逛一下这个韩国的农村吧。还有只喵。我看见猫，我走不动了。你从我的包里把那个水拿出来，给我倒一点。水在这儿。你为什么倒下了？喝点水好不好，宝贝，你喝点水。这里不是不是，我喷个不是，我去讲嘛。然后他说这个不是跟刚才比一样。接下来继续去冒险吧。老朱这边的那个叫水2-1。现在去喝茶吧，我感觉我们走得有点累了。住院出来之后就马上就有这个排排指示，我们可以往左走。我们家茶很难喝。我不知道我要喝。真的很 sweet， 它那个茶干我都没有。是他那个卡给外面有血的，哦，是吗？是吗？我看看，哇，好漂亮啊！哦，真的耶，就很童话，不知道是什么，这是哪里？就是啊，对，它好像是后面有一个长这样的，懂我什么？这是我的味道，我就很喜欢喝酸的，之前的那个欧米茶都比较淡白开。怪不得他有那个传统，然后还有那个坛马。你要喝一口就哇，就酸甜，表情包。你不想酸了？哇，这个也太酸了吧！没有想到在这么偏远的地区我还能打得到群，在这边结束之后就去另外一个城市拼接，因为我在那里预约了做指甲的店，也要去拼接我们去吃好吃的。快快快看看大家我们这个喝到什么程度，一团中药。真的没有想到这话才是够，돼지갈비하나고요그리고소양념갈비하나요 네, 네각각1인분이요네고기올리시면돼요네감사합니다양념네요这是什么恶劣天气？这个看起来像是卖花的，其实像卖菜的。오지랖이넓어가지고너무감사합니다사장님这个卡给听说非常有名，然后刚才那个姐姐还带我们特别要来买啊，要不给老板也买几个哦，可可以。그리고어사장님김치왕난주랑고기왕난주각하나씩더추가해요네따로따로포장따로따로포장이에요
是我们的塞乌满都。就今天晚上吃，然后看看怎么样。약 300m 신태벽골제단양회전교차예전에나도경주로올라갔는데거기게스트하우스사장님이자기가아는맛집이나이런데알려주고막데리고가서막했었거든요그래가지고나는그게너무고마워가지고또자기가관광객들이가지않는그현지인들만아는그런데를막알려줬어그리고같이우리랑술도마시고친해졌거든요전방에과속광진턱이있습니다사장님이랑만나는게우리5km 이상의하이라이트 아근데진짜이런거라도있어야지그렇잖아非常感谢姐姐，我们安全到达了住宿的地方。控制一下表情。我之前以为他说平西馒头是那种饺子，我也是，没想到是这种包包。我们又开始了一个人都没有的冒险。哪里有这种机会能下雨漫步在韩国乡间？不用跟我，跟任何人，不用在韩国，在任何地方，反正方圆百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呀。它里面也是有平房，但是它一个房子里面大概是有两到四个房间，所以一般来说是家庭为单位，会好多人来这边住宿。我们现在来到了另外一个小屋子，小屋子里面都是这种草植的工艺品。请问您可以吃吗？请问您可以吃吗？我以为我们可以单独住这个房间，这么丑的鱼我们要怎么挑？不是说愚蠢，是我们做的丑而已。